大家好，现在过来收那几个鱼笼啊。昨天跟小鸭出去了，没时间过来收，现在过来收看一下。两天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。完了啊！啊！他那拿提了两笼，哇，两笼都有。哇哇，装好了，好多啊，在下面被他拖了好多，炉子都坏了。来，另外一个倒出来，完蛋了，好三个字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他不叫几笼都中吧？几笼？几笼？哎呀，到了，也到了，好多啊，一笼估计都有三斤、三四斤。对，来倒，倒出来，还有一个。哪里啊？我还有最后一个，那也没倒出来啊、哦嗯。还有一笼，哪里吧？一条了，就照的还有，就照的还剩好多，哇，两笼就收获了，好多。装点水。哎呦，又游出去一条了。还有一笼，小明现在下去拿。漂亮。这一笼也有，慢嘞慢嘞慢嘞，啊，慢嘞，哇，哇，装的更多鱼呀，啊，好哦，一个夹下面，哎，两个夹，等他两个到。
哪两个？三龙的时候画了两天，雾中加大。有人过来游泳，大大的那些。哦哟，这算是真的哦。要没？你要要？没有，差不多。你看看，佳佳。哎呦，我们要去改装备。 呼，回去，先拿回去处理了。这件应该有10斤左右啊。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这个要跑了？哎，赶紧走。